はい。Hello，大家。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跟到，就是我在一直播的直播。大家晚上好。就是。想来 IG 就是晃晃嘛，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，就是我最近演的一部剧。叫做《恋爱生物钟》，那《恋爱生物钟》是一部搞笑的、可爱的小甜剧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，然后多关注。对，我在里面演的是何真。你们应该晚一点要睡了吧，所以我也就不打扰大家太久的时间，然后就小小的宣传一下，然后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，就是我的 IG 或者是我的微博或我的小红书，因为都会不定时的更新，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动态。大家可以去看看，然后你说那部剧吗？那部剧在哪里吗？那部剧在爱奇艺，你们可以在爱奇艺的 App 上看到。请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支持。这是我的第一部戏。然后已经有看完的大家，然后也很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看生物钟，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然后受到我的强迫宣传，也辛苦大家了。那。明天会不会再继续直播呢？这个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。就是我在一直播上面其实都是跟大家聊聊天，就聊聊剧啊，然后聊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。哦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不管是对剧还是对我，然后对角色，或者是你有什么心得，也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跟我聊聊天。那我就不耽误大家休息的时间了，不吃宵夜啦，都几点了？9:30了，不吃了啦。好，那大家早点休息。大家早点休息。嗯，大家别走，我不可能不走呀，都这个时间点了，对不对？录音师10点就睡了。
有没有在看剧？你是哪一种人？你是哪一种人？你是外星人。